来来来，咱们祝方宇一路顺风。谢谢大家，喝。来，干杯。你们说说啊，方宇啊，你明天真的就要走了，所以啊，今天才把你拖出来，喝个痛快，不醉不归。今天这个欢送会啊，我们要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那就干杯吧！来来来来，小敏，我去看好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他是心情不好吗？嗯，但这次啊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们两个，他吃醋了。现在啊，就差临门一脚了，你要不要临走之前也帮个忙啊？啊，就当是给你们俩临别礼物了。上菜，上菜。薛姐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凤爪。谢谢好吗？以后要是出国了，想念您的厨艺怎么办？那你就带我走呗，妈。好，好好吃啊。还是浩妈最好。孙浩，那个菜离我有点远，你要不要帮我夹一下？哦。谢谢。哎，你眼里只有亚楠吗？我呢？哎，我也要这个。谢谢，慢用。哎，孙浩，我们俩都有了，要不然你就勉强给小米夹一块吧。你看他嫉妒的眼珠子都掉地上了。谁嫉妒啊？孙浩，我不要。你敢夹给我试试看，不准夹。好吧，他不喜欢。哎，孙浩，吃点这个吧。谢谢学姐。这个给你。这也是我送你的礼物，趁这个机会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丫头，把以前的小恩小怨一次性解决了。来，跟我喝总行了吧？大家喝。好，自己倒呗。程叔，没事吧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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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给我看看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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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点严重，得要到外头去找跌打师傅才行啊。哎，我陪你去吧。你陪我去？哦，那算了，我楼上还有跌打药酒，我自个去唱。程叔，哎，我也可以帮你擦的。不用了。醋溜白菜来啦！哎呦，我没地方放了。哎，妈，别做那么多了，桌子都没地方放了。对啊，好吗？每次我们来你就跟宴请一样，好多菜啊。现在就剩一个汤了，也没了。OK， 甜品你们自付啊。对呀，亚楠，爸爸最近很忙吗？好久都没有来我这边吃面了。啊，我爸最近真的挺忙的，但是具体忙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哎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的意思呢就是说，如果他有空记得过来吃面啊。好。再来，我们现在呢就专心的好好的为方宇送行。干干啊，干干干干干干。我的朋友们，虽然我没有机会，但我希望你们都幸福。明天啊，明天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我自罚一杯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杯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杯。
来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。好，一起吧。那我们一起祝方宇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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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顺风。特别是你，明天。慢点，我清醒着呢，我根本就没醉。我也没醉，我一点都没醉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回这儿来了。怎么就突然走到这儿来了？可能是那天晚上太令人难忘了吧。我觉得以我的条件配不上。我格斗技术没你好，你还有进步空间呢。我穷的只能管得起弟弟妹妹的吃住，想请你看场电影的钱都没有。我不需要你请我看电影，大不了就下载下来在手机上看视频。我休学了好几年，好不容易得了奖学金，念了政策大一。那怎么了？你不是照样还教亚楠他们大二英语吗？大不了我也休学一年，咱俩一起念大二。当初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也许我们两个错过会更好吧。就算知道结果是这样，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。喜欢你这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
薛景，搬了！你干嘛跟踪我啊？学姐，你干嘛踢我？我是来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我宋小敏是谁？需要你的保护啊？你去保护你的痴货男吧。他又没有喝醉，我干嘛要去保护他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喝醉了，你就不会来找我喽？宋浩，我给你3秒钟，让你消失在这个地球表面，不然你就死定。一。我不放，我不放开，你不让说，我就不放开，我不放开。学姐，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我干嘛喜欢你啊？放手！哎，我不放，放手！我知道我死定了，所以我临死前一定要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在一起吧，小敏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准你信我的魔幻之唇啊？以后只有我说可以才可以。哎，我说可以了吗？那等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？爷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不够的话，去那边再买就行了。真的不让方舟去送送你？不用了，方舟他不是最讨厌离别吗？再说，公司也忙。我一个人去机场就行了。我这一去就得2-3年，所以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，记得按时吃饭吃药，不许老吃甜食啊，尤其是点心。还有，行了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知道，难怪方舟说你啰嗦，我现在也这么觉得。
其实我都知道，你一直特别疼我们，爱我们。爸妈走的那年，你一滴泪都没流，一直坚强冷静地处理所有的事情。这些年你逼着我们往前进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俩好，你是怕万一哪天护不了我们了，好让我们能有办法保护好自己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是我太任性了，包括这次一样，所以真的谢谢你，这个时候还能包容我，体谅我。你不怪爷爷吧？不怪，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。走吧，啊，小雨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如果待不下去马上就回来，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我知道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保重。你也是。拉钩。走吧，走吧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学姐，我会保重我自己，你也要保重。星星拍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。月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星月上月，永远。
们这帮人缺了一个大脚，成了一对分了一对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他们各自安好。陆冠言，哎呦，你怎么躺在这儿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爸呢？我早上过来练拳，程叔偷袭我，然后我眼前一片黑，就什么都不清楚了。这才几天呀，就这点耐心？你还好吧？啊？这儿疼。我爸打你这儿了？对，这儿啊？对，还有这儿。啊，还有这儿啊？还有这儿。懒得理你啊！真疼啊，这儿。你自己揉揉吧。亚楠，别跟我说话。哎，阿妈，钱放桌上了，走啊！谢谢啊！欢迎再次光临。啊，下车站了。哎呦喂呦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哦！哎呦，岁岁，哎，别动！来，我来。陈先生，好吗？这里危险，来，起来啊！你这坐着，我来收拾就行了。哎，没关系的啦，真的。不行，来坐。你前段时间不是老喊着自己头疼吗？万一不小心跌倒了，这里全都是玻璃碎片呢，岂不伤得更重？啊，放心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嗯。阿浩那孩子到哪里去了？周末也不知道过来帮忙一下。没有。啊，阿浩现在跟小米不在谈恋爱吗？那么呢，我就制造机会让他们去约会嘛。也是。对哈，我听亚楠说，陈先生你最近不是很忙吗？忙是忙啊，可是再怎么忙，也要过来你这儿看一看。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啊，没有人帮忙，我放心不下。那个垃圾桶在哪儿？我拿去倒一下。在上面啊。啊，不，在那边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嗯，我拿去倒。乖，不哭好不好？怎么哄他都不停啊！好了，不哭好不好？啊，乖，定是尿不湿了吧？来摸摸，来摸，来，第二位，老年得子啊，老凤生珠，哇，漂亮，人民顺言呢哈！如果您有本事，也去找个老伴帮您生个猪呗。哦不哭了啊！哎呀，都几岁人了，开这种玩笑呢，是吧？再过半年，请你吃红蛋。就。我已经是大二的学生，大家如常的上下学，如常的生活，当然也是有许多不同的，比如今天多了许多男学生。
眼熟啊。嗯，骆冠言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们走吧。是骆冠言，哎，他真的好帅呀、啊！听说他是为了亚楠学姐专门转学过来的，真羡慕亚楠学姐，好帅呀、啊！哎，需要去解释一下。太帅了！我是智英跟正泽第一次表示友好的交换生吗？不需要，这个谣言我很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一年一度的正则联赛，在经过一番龙争虎斗后，由亚楠学姐胜出。亚楠同学，祝贺你啊！谢谢校长。亚楠，好亚楠啊，好亚楠，那是我闺女，那是我闺女啊，亚。小敏学姐虽然没赢得比赛，但她却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哇，学姐，你太牛了！牛？没有啦，他们之前都是找方宇拍的。现在方宇离开格斗界之后呢，他们就找上我了。我也是拒绝了很多很多次，可是他们就是死缠着我不放。我想说，就答应他们一次吧。这点啊，我可以作证。学姐，你太性感了。性感，哎呀，我也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做的啊！明明人家就是可爱型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拍得这么性感，这么漂亮。我看看，哇，这个图片 P 的也太凶了吧！你看看，哪是他嘛？这明明就是摆造型，还要打灯光才有的。小姐啊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最关键的还有这个腹肌，邹小敏哪有腹肌啊？明明就是画的。把他抬到医护室去。好了，小敏，你生气了，最性感了。而孙浩也因为够努力，在爱情、学业上，都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我们跆拳道社呢，十分重视腿功，所以有练手三分、练腿七分的说法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有请我们的副社长孙浩，还有助手小花来各位示范。选手就位，开始。小米学姐吩咐过了，说要帮你立威的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为副社长示范，鼓掌。团练准备，前踢准备。马一成的改变更大，几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。二，一，二，认真点，社长，
我的基本功还行。你错了，你学不好拳就是因为基础不够扎实，基础一旦歪了，什么都歪了。加油！一、二。至于我，还是打工、上课、照顾弟妹，似乎没什么不同。除了经常无意间想他，一切没有任何改变。时间可以让人遗忘吗？为什么他的声音，他的笑容，却始终历历在目，仿佛不曾消失？嘿嘿嘿嘿嘿！哎呀，哎，先生你好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别把我闺女今天参加正则联赛综合格斗的冠军奖杯给弄倒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没事啊。看到没有，这正则联赛可不简单啊！你知道打赢多少人才能够拿到这个冠军奖杯吗？不知道。13个。哎呀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什么13个，至少上百个。我说的是，你已经跟第13个不相干的人说我得冠军的事了。冠军，恭喜恭喜啊！我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个当爸的，为子女的成就感到骄傲，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，有什么不对了？那你也不至于这样啊！哎。哎，大家都来了，谢谢谢谢支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就一个冠军奖杯而已嘛，是不是？这还是最小的呢啊！哎呀，哎，麻烦打扰一下，麻烦问一下，你们这里的负责人是谁？我是。哎，这个广告单是你们张贴的吗？是，警察先生，你来报名的话，我给你打7折啊。不过你们已经严重影响了环境生物卫生，依法接受处罚。必须的啊，是不是？去年意外在赛台上猝死的职业拳手廖文灿，经保险公司举发，有诈领保险金之嫌。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调查。你看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你俩在聊什么呢？怎么唉声叹气的？明天，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阿灿选手的死有问题？现在他被警方查出他老婆诈领保险金的事情了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人就是要光明正大的，不要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哎，别说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忘了之前雅楠学姐说明天怎么跟方雨学姐分手的吗？那是两码子事情，那是因为明天的爸爸打死了季叔，又不是明天的爸爸占领保险金，为什么不能说呀？之前可是你跟我说的，
帮忙参审的人跟方宇学姐他们家有关系，你再这么说下去，不用让明天想起方宇学姐了吗？你怎么？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帮参审的人跟方宇他们家有关系。哦，那是你说的，还不是你先开的头啊？怎么会是我开的头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。感觉两个不相干的人，怎么可能扯一块呢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无意间当中听到灿婶跟那个女的在商量诈领保险金的事情，我才知道原来那女的老公以前在方氏集团当过保镖。那个女的，她老公是不是叫季刚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提到吧，我不记得了。小米学姐，你可不可以再好好的回想一下，再从头说一遍？哎呀，都已经一年前的事情了，我那时候只顾着要伤心难过，我怎么会记得住啊？我根本没仔细听。学姐，再好好想一想，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。好吧。你确定这么做真的不会有问题？我又不是没做过。没事的，该打点的我都打点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她说她以前干过这件事情。啊，对，她说她老公是个打拳的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明天，那女的到底是谁啊？你怎么对她那么感兴趣啊？那个女的就是季婶，季叔的妻子。我怀疑。你怀疑什么？我现在还不敢确定。小米学姐，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，请一定要告诉我。哎呦，我就是个金鱼脑袋，我那时候只记得灿婶注意他，我其他的我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我真的是我。下面你将回到案发当天。当初我老公会同意这么做，也是因为命不长了，签下那笔保险好保障我们母子往后的生活。可是你们这么做不就是害了人家吗？那也没办法呀，要怪就怪那些人倒霉吧。想起来了，季婶说过当年所有的人都以为她老公是被对手给打死，但是其实她老公的身体已经撑不住当年那场比赛，所以就是这样子诈领保险金的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明天，你看家，我去看一下。在方氏集团当过保镖，之后又去当拳击手。虽然现在还没调查其他人，但至少技术是吻合的。一般来说，当过贴身保镖的，都应该做过身家调查。之前肯定留有相关的资料，上面应该有季太太照片，能让小米学姐辨认一下。这我忘了说，我当时只有听到那女生的声音，没有看到她的长相。
算他骗了你，他也拿不到保险金啊。不会吧？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能找到人是最重要的。方程，你能找到季太太？我会尽我的一切努力。拜托你了。要是真的是季太太说谎，那你跟方宇分手也分得太冤了。他都为了这件事情放弃了格斗，出轨。越就会消失不见。